然后吴武生最近也是在准备新作品，那今年应该会有 EP， 那今年夏天的各大的音乐季我们应该是不会缺席啦，应该啦。那当然身为一个民谣乐团，我也跟安普一样，就是前阵子也下载了传说对决，那我的昵称叫做电信三雄大车评，打得很烂，大家请见谅。你一定超烂。电信三雄大车评。好，我只能用赵云打超烂，两个礼拜打一次。Two, three, four， 爬山，我们去旅修。帐篷，我们睡帐篷。很黑，我们不怕黑。有鬼，我心里有鬼。我说我从南庄带了很多饼干，为什么都没有鸟叫？是否你们觉得打扰？如果你们愿意，我手机里有一首很棒的歌，来自非洲。冷线吹着冷风，还是不能吹散我的忧愁。我问身旁的树，我跟你谁比较自由？他说你的音乐不错，香蕉皮记得带走。Hey, my friend， 进步的路要坚持的走。